上司的花車巡遊呢在今年的年三十晚年初一那裡是在尖沙咀舉行的，到時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在香港代表隊的演出。今晚我們在這裡就有少少個演出，是上一次我們去西方呢都是部分成員呢是一起演出的。另外今晚我們有一班志同道合的打功夫成員，咩人間請大家靜心欣賞。多謝各位，祝各位身體健康，事事如意，家庭幸福。多謝楊師傅就蔡李佛家庭都是我們演出的。蔡李佛呢就琴拿八三三，這個是南方院是一個最長的演出，來請欣賞。背景音樂在南京舞場
攞到最佳表演獎嘅，啊，多謝黃師傅，佢嘅表演係太極劍。
接著下來是太極梅花螳螂的魏鳳泉師傅為我們表演太極梅花螳螂的劍，這把劍是長手劍來的。好嘞，好嘞，预备啊！